开车帮帮忙，大家好，我是 Andy 老爹呢。我们今天要聊一下这个很多的车款啊，它的这个会有前驱的选择，也会有四轮驱动的选择。那我也常遇到一个问题，老爹啊，我到底要买前驱好还是买四驱好啊？这个其实也没有标准答案哈，但是呢，我们可以就几个比较实际面，而且跟这个开车状况比较有直接关系的，好，我来分析给大家听啊。以前驱车来讲，当然它的直接的影响就是第一个，它的磨损磨耗变少了，所以呢，它相对的就是它的油耗表现会比较好。然后再来呢，也因为传动系统的关系，你只买到这部车的车款，你的售价绝对是比较便宜的。好，那四驱呢，其实是这样。四轮驱动，如果说你今天很比较在意在这个高速行驶时候的一个车辆动态的一个稳定性，或者是在弯路里面啊，不管你是在山路上的弯路，或者是高速公路啊快速道路的一个弯道，你希望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循迹性的话，这时候四轮驱动的这个系统呢，确实可以给你比较好的一个行路性啊。那这个就取决于你这个个人开车的一个需求，但是呢，确实哈，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比较常遇到是在什么高速公路，特别是下雨天，你如果是车子的单边左边或右边单独压到一个积水的时候，这时候确实有可能四轮驱动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几率是可以让你的车辆是免于失控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今天开的是单纯的前轮驱动系统，可能会因为单轮压到积水，再加上你可能因为紧张稍微带一点刹车，这时候很有可能你的车辆会因此打滑而造成失控哈。我觉得这个是对消费者来讲，你可能必须要考量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你要买比较好的装备，就是买四轮驱动，比较好的安全性也是四轮驱动。但是如果说你希望省油，你觉得你开车没有那么快，那你就买前驱。这个是以上 Andy 老爹的一个建议。好，开车帮帮忙呢，最近做的这几集其实观众的反应还不错，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买车、用车或者是开车有一些什么想要知道的、想要宣导的，你都可以告诉我，我们都会把它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哦。开车帮帮忙，我是 Andy 老弟，我们下次见，拜拜。